华艺人 Selina 拍戏灼伤到现在为止1个多月了，她现在终于能够以录音档跟简讯向大家报平安。她在简讯当中说啊，虽然人还是很不舒服，但这就是人生，我会好好加油。啊，甩掉了，别过，来来来，下面谈一下，下面。Selina 十月底在上海拍爆破戏，灼伤到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，终于传简讯跟声音档和大家报平安，除了跟大家说他现在已经把吗啡拿掉，意识比较清醒之外，还也乐观地表示放心，我会加油，虽然辛苦，虽然不服，但这是人生，我会加油的。而任爸也说 Selina 的最新复原情况就是已经把右手的纱布全部拆除，是只有左手露出来嘛，手臂嘛，那手掌啊，现在右手，今天是右手又露出来了，非常感恩，非常感恩。哦，开始已经开始慢慢的褪色了，但是本来就是很严重的烧伤，那目前在植皮还等待结果。虽然复健过程相当辛苦 ，Selina 也曾经看到自己植皮后的腿部像拼图一样而崩溃大哭，不过她始终坚强乐观面对，还拼命的补充蛋白质，就是希望能够早点恢复健康。